首先呢，在进行今天的活动之前，我必须要先声明，这是一个安全的游戏，我不希望看有人受伤，今天大家来这边是好玩，是来交朋友的，哦，所以不要把对方当成你的仇人来砍。所以基本上你的动作是禁止的，例如说什么？例如说用你手上的剑，拿来捅人，拿来捅人，对啊，没错。或是用撞击的，用身体去撞他，去抓他，这都是禁止使用的。然后不要攻击对方的头部，不要攻击对方的头部，因为在这边很多人都是没有头盔的，而就算有头盔，我们在场上是不开放攻击头部的，这点要特别注意。好，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打？我们男性同胞的重要部位也不要打，刚打了可能之后他家长就来找你了。对，好，这点要特别注意。那我们怎么使用我们手上的剑？来，麻烦大家举起手上的剑。好，开始往自己的大腿敲。要敲到有感觉，但是不要觉得痛，不要觉得自己会淤青的那种力道。好，再敲敲旁边的人，再敲敲旁边的人。如果有人觉得太大力了，麻烦跟他说，我觉得有点痛。好，什么叫做 OK 的力道？然后我会每个人敲你们一下，可以吗？有感觉，可以吗？用剑挥击的时候，以对手的身体四个位置当基准点，肩膀、腰部、肩膀，以这四个位置当基准点去挥剑，然后切记不要戳，不要正劈。为什么不要正劈？因为正劈一定会中头。有没有对手的？好，来，我讲一下今天的计分方式。你有要排吗？来这边，这边停。那怎么样算超越水平呢？来，注意这边。我再拿下来示范哦。有效攻击部位是肩膀以下、脚踝以上、跟手腕以上，任意部位被击中一下，击算扣一 HP。那攻击的时候记得不要做个动作，这是把剑不是按魔棒，所以不要这样去震动，让他觉得很舒服。你要砍他，你要砍他，这才是一把剑的功用，知道吗？后面都看得到吗？可以哦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就两两练习一下，怎么样去做攻击？等我，我得退啊。OK。阵亡了怎么办？来，一个人对不对？先一二三。当你发现对手阵亡的时候呢，麻烦不要偏心继续攻击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阵亡的声音响之后，开始练习。来，稍等。练习不是对战，所以你先练习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 ，OK。练习，然后练习完之后换下一个人。然后尽量挥的时候，因为你人比较矮，你可能的话就是尽量挥这边的，因为有的人也是蛮高大的，然后我们有时候都不能打，可是你就打起来了，来了。太大力了吧？六三啊！
这游戏存在盾级不行，不行，盾级不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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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。要不是打电动。但是你可以考虑翻滚啊，翻滚。没有，我没有说可以翻滚，可以翻滚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没有底线。对对对，可以。你有力，他妈比一整场没人管你。我有力，我终于就笑了。他累了，坐着回来。有一些累啊，我觉得。我真的。飙到过肩的，过头很恐怖。我觉得过头会压肩的力道。加油，加油！还有五分钟，把握时间练习。还有五分钟。没有，没有。你对啊，这个对啊。你有啥没有赢？他其实蛮暴力的。形成一个属于我的攻击空间。这样的意义，不要你。我没有个人倒下，或者要是倒下，他队友就会有空缺，他就可能被对手击中，所以麻烦不要急着砍人，先保护自己跟旁边的队友。你们的生活代表对方会累，他们打不进去就会有破绽，这时候你们就可以攻击了，知道吗？所以现在每个拿盾牌的人都肩负着重责大任。要不要先交钱？那盾牌的。好，来，一，他左脚，二，左右脚，我，一，他左脚，二，左右脚，巨人，再过来一点，巨人，巨人，好，一，他左脚，二，左右脚，好，差不多有坑，前面有坑，差不多前面有坑，前面有坑，走，大家一起分析。找到你结束之后呢，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任务。我要用今天所学到的东西想办法击败他们，了解吗？放下这个东西，这叫做投掷武器，被这个东西命中呢，同样是扣一点 HP， 需要特别注意。啊，我可以挡开吧？可以挡还是可以挡？可以挡，可以挡。可以挡的，可是你被扔到就是快一点。那个上次有影片讲说盾级盾挡行不行？弹盾行不行？不行，因为你的中线会露出来，所以建议不要。盾反不行，盾反不行。那个是游戏。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在盾反的时候，你的中线是不是露出来了？那就很危险。上次纳森的影片有讲。来对抗 JP 来测试的，好，他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死不降，宁死不屈。放心，就算是农民兵，有受过一点训练，是可以打败正规军人的。放心吧。我是八头农民兵吗？放心。所以你们要信赖彼此 ，OK？ 信赖彼此，你们都是战友 ，OK？ 我把金牌的本分射出去，看我会因为肩本分上那个。不要说了，他跟 GS 一样。哎，新兵。你的盾呢？让你最麻烦听从他们的指示，他们会教你怎么在战场上存活，击败对手。了解吗？这么菜行吗？可以的。好不好？我先上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银优四人上来了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士气就是这么一回事了，感受到了吗？如果等一下有人阵亡怎么办？麻烦将武器高举在头上。阵亡都是武器高举在头上，对。或者路灯十二秒就可以复活。复活可以两次，两次，复活两次，各位有两次复活的机会。记得脚也是会听到两响，记得脚也是一样。刚刚想代表什么？代表结束或是场上有突发状况，就是这时候暂停，麻烦。哨音两响，两短声表示场上有状况。OK。好，来我做一次练习哈。要做什么？暂停。怎么做？把武器举在头上。所有人都要。暂停啊。Thank you.
攻击方。噔噔噔，攻击方。哎，哎，哇！哦！去了，快点 ！OK， 什么？呼！呼！哇！呼啊！来再一发吧！再一个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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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攻枪！啊！啊！再打一个人！啊？是吗？不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好来，好，中一发，中一发！噔噔噔噔！来，忍者来吧，上一点，上一点，上来来来！好，好，中，这样子过来。中。弓箭手。啊哈哈哈！送啊啊！忍者阵亡了，忍者阵亡了！注意啊，你们被包围了！注意哦，注意哦！哦，攻守没有箭了，很好，有一个阶段过了，攻守没有箭了。左右两边的，哦，你还有几滴？你还有几滴血？二滴，还有两滴血哦。来，最后他剩他剩他了，哦。阵亡了，阵亡了，阵亡了！好了，敌人撤退了，敌人撤退了 ，retreat retreat！ 敌军撤退了，各位做得很好，各位做得很好。来，有谁有阵亡的？有没有 ？OK， 你刚刚怎么阵亡的？被砍到吗？还是被射到 ？OK， 所以呢，有没有注意到左右的阵线很重要？哦，你们。战线是这样的维持的。让你们一起合作，就算对方是经验老道的战士，你们也可以很轻松的获胜。对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来一次。你们要把难，要把强度往上加吗？强度往上加吗？哎，你刚刚比较算是比较放手了一点吧，对吧？哎，这次我们要送出最好的最多的战士。要有战术了，要有战术了，就对了。可以。OK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加油了，加油了哈！好。OK。好啦，昨天被修理啊，好好教训他们啦。好。好吗？哎，有法师了，小心，有法师。
梦梦梦，有法师，有法师，小心！啊！弓箭手，弓箭手出现了！噔噔噔！哇，这样好帅！他没有觉得，他没有压力，他没有压力。好，来，三个比较中间那个绿色那一位，来哦！来弓箭，阿车真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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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啊！来阵型，阵型！嘉欣！哎呀！注意注意，永远有弓箭，永远有火球哈！等等等等，有人冲过来了啊！冲！哦！哎！冲他们！冲他们！过来！哦！
乱唱歌。我靠！让选，让选，让选！强势把敌人推到身体在，放着分开，强势分开他打他。多一滴，你还有几滴？你还有几滴？剩一滴了，剩一滴了。来来来，我让莫唐把包围包围爆啊！哦，哇塞，盾级是不太盾了，不能用盾级哦，虽然刚才是太近了。他刚直接撞过。好，没办法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大佬三把真危险。人家盾兵嘞，大佬三把真危险啊！人家盾兵嘞，哎，还有几个人活着？哦，剩一个了吗？剩两个了吗？包围他们！三个，到我们这边守敌人。对，不要跑了！哎，再下去就要死了！等等等，死了死了死了！啊好！给他一个数据，快点 ！Execution！ 好，各位做得好，各位做得好哟 ！VIP， 选出一个重要保护 MVP， 你要保护谁？对，你们要选出一个。重点对象，快点挑一个重点对象，快点挑出来。被保护，这样被保护。哎，先说我们有法师 ，OK， 那是不是该保护法师？我们来选一个。好，叛逃，叛逃过来了，叛逃过来了。来，所以讲话有点。所以这边，等一下，如果他挂掉，对你们。一样吗？那血量呢？这场给你们三到五滴，五滴血，但是不能复活。对对，阵亡的就举武器到那边去了。OK。所以说，等一下，如果有人阵亡，麻烦就往休息区移动。对，这样了解吗？什么问题？但是敌人也不会复活，所以你们今天表现得很好，对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哎，我有个需求，有五滴血啦，放心。很多中线手支援他职位。然后 ，OK OK， 有个小技巧，就是有个重要的事情，请大家麻烦不要只顾眼前的目标，多帮帮队友注意一下。要喊，就跟我刚刚讲的，要喊，要指引对方。要偷袭的时候，赶快叫身边的人注意。对。那最后，我特别声明，因为这个场地凹凸不平的。所以麻烦不要在这边跑步，我不想要有人掉到坑里面去，我还要把人拉出来。对，好，来，准备好。好了，系统提示。盾墙啊！系统提示哈，你们做得很好啊。指挥官表示我累了。好了。好了，然后我又来通风报信了啊。敌人这次呢，增加了重兵器，双手剑。所以他们的破坏力会更强 ，OK？ 对面有双手剑，但是好消息也有一个，我们的法师变成两位，我们现在也有弓箭手 ，OK？ 队长，那个保护的那个同志，队长，来过来，来过来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有 MVP，OK？、OK？ 来。OK， 赶快回去吧 ，OK。好啦，各位，猎鹰队阵列，来，啊，这盾墙啊！盾墙，来列队，好，他们选择多保护 NPC 吧 ，MVP 吗？那是什么？战球吗？那是战球吗？好。没有，可以这样。
这样，对对，用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对，好。啊！敌人站好了，我们要不要站好一下？他们哦，站好了，哈哈，站好了，要是敢拼，要哦。好了，来喽！走走走，开始喽！这次人民兵有五滴血，可是他们不会复活 ，OK？ 他们有五滴血，他们有五滴血，可是他们也不会复活，蹦！哟吼！有弓箭手，给你，跟上，小心后面弓箭手。哎，靠！靠！玻璃就要屈服了，要先做过桥。快回来，快快！打到，打到，打到！哦。啊，没办法啊！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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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球，太快，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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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啊，两滴，破盾了，破盾了，破盾了，阵亡了。还有喂，高速排也没有用，杀些什么东西啊嘛？别这么跳，哎，躲开啊！我是不是有人杀别人？我穿墙了，后面后面 ，MVP 被包围了 ，MVP，MVP， 五，追踪敌人呐，追踪敌人，还有四秒，没有喊到啊。没有放大伤害，先动我球。你还有几把法师？三把，三把 ，OK。啊啊啊啊！法师被干掉，法师阵亡了，法师阵亡了。好了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好了。出去吧。等一下再清。前进，好了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我来。哦，敌人还有弓箭手，敌人还有忍者跟弓箭手。二。OK OK。你也中完了 ，OK OK。起来！出去了。这边敌人吗？有啊，有啊，这敌人前面的吗？打在他们。兄弟，别上去！阵亡了，这还有一把，爆啊！我靠！没有，还好。来，阵亡，来。
死吗？哎，你还在吗？我们搞不清楚啊！还有谁活着？我活着。敌人还有活着的，敌人全灭。为什么会有啊？为什么都是你最后啊？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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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全灭了，全灭了！为什么每次都是你最后一根呢？弓箭手的宿命就是这样，因为前线都往前打，打完就结束了，所以弓箭手通常就会在后面那样子，对，就是最后被围殴的。剩两滴血，MVP 剩下两滴血，全存活下来。爆好了，爆出！他们表现是非常非常好，我很少看到有这样子的表演。对，真的，来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体验活动呢，就到这一段落。那很谢谢各位的参与。那如果之后有兴趣的呢，麻烦多关注我们社团的活动时间。啊，没有装备没关系，你们来我们一样可以使用装备的，谢谢。